Hello， 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。请务必自备口罩，并全程正确佩戴，还有配合各项防疫工作哦。生活常感到力不从心吗？想知道每一天生活的意义吗？下周崇拜由刘群茂主任牧师讲道，讲题为要心里火热，鼓励踊跃邀约新朋友参加领受祝福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247祷告的美好见证。在一次开车的途中，有个声音警惕我要祷告。我做了简短的祷告之后，车子就驶入了快速道路。在我的左前方有一台大客车，他想要抢我的道，可是我不想让他。这时有个声音告诉我算了吧，于是我将车子驶入另外一条车道上。从我的后照镜，我发现原来那个大客车轮子掉了出来。原来每个星期的247祷告能让我常常警惕于神的话语，并且保护我不落入危险当中。感谢赞美主，祝福孩子分别为圣，在天父的爱里一生与主同行。孩童奉献礼时间在5月15到5月16主日崇拜时间，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9号。鼓励家中有孩童的家长把握机会为孩子报名参加抢档活动。青年暑期服务队让孩子在团队合作中成长，建立好的品格，鼓励家中有国中以上学生之家长踊跃上教会 2.0 APP 为孩子报名参加，报名截止时间为本周日。预备最好的自己，单身交友成长课程，幸福你我他，时间在5月1号到5月29号，每周六，带领你在课程中更了解两性关系，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25号，鼓励单身的你上教会 2.0 APP 报名参加。装备中心金牌小助教行政义工火热招募中，透过您的服事，不仅能帮助他人更多认识神，还可于课堂中一起聆听圣经课程哦。鼓励稳定本堂崇拜小组并已受洗的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。400良门徒训练学社物资招募，分离式冷气数台，规格为1:1或1:2，一顿至两顿，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祝福青年世代。如遇奉献，请洽 B1 崇拜服务台或洽谢姐妹。以上活动课程更多详情请参阅周报。上周 Highlight 成山牧区创意幸福感受家的氛围，感谢神，上梯次两个小组共有7位 Best 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领受生命最好的祝福。欢庆复活节，由生命和艺术团队与玛莎路合唱团携手演出的音乐舞台剧，全场60多位义工参与，带领我们思想基督的爱与救赎，将荣耀归给神。青年牧区卓越职涯营上周登场，邀请到各界职场精英不藏私分享职场小撇步，并引导青年职涯方向，令许多学生获益良多，将荣耀归给神。上周建堂奉献金额为61万元，累计至4月4号建堂奉献金额为7亿2363万元。以上为本周教会消息，愿神祝福大家。